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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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终于听到了轩辕剑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请给我你的黄金五秒钟点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以追踪我最新的动态。Hello，放错表情包了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们好久不见哦。我很久没有玩这个法宝模拟器，因为说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拍。不过最近呢，我发现它更新了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东西，我一手我没有玩的这段时间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吧。首先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它也有出这个宠物的这个系统啦。这个灵兽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感觉它还蛮可爱。诶，我的灵兽去哪了？所以灵兽大师在这里买。但我出了一个永恒啦，说真的，我都还没有刷新，其实我都没有什么来看。哦，而且它是6个小时可以刷新一次，我以为是要24小时。这个技能传授我不懂是什么来的，如果有哪个小伙伴们知道那个灵兽的技能要怎么拿的话，可以告诉我一下，因为我真的不懂要怎么拿，我完全没有拿过。那这是进化屋啊，我丢我的宠物去进化了，难怪是我说我的宠物不见了，哈哈，只有川崎以上的宠物才可以进化。好，可以，好的，了解。领取过后呢，哎呦。然后去这边吗？啊，对了，所以现在进化了，哦，进化了就可以放技能是吗？还是原本就可以的？我看看哦，哦，对啦，要进化了才可以放技能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召唤，提升成长，提升成长是喂宠物，哈哈，先别喂，先别喂，先别喂，诶，取消。然后升级呢？升级是。这么用的，只是提升伤害吗？好吧，那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们来看，哇塞，这是我的永恒，它好了，我都不知道把它放在这边多久了，应该有好几个星期了吧？我来领取，哒哒啦，我的永恒兔子，然后在这个就废废了吗？我们是只能召唤一只啊，升级吧，给它。反正还是永恒的召唤，对耶，我们只能召唤一只宠物哎，提升成长，拿去喂掉是有点可惜啊，这个喂这只吧，喂呀，使用其他灵兽喂食可以增加成长，被喂养的灵兽品质和性级越高，提升成长的，哦。字就越多，因为说我这个是我的等级越高，还有这是永恒的话，这样我喂一只，它这个会比较多诶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你看这是0.15，然后如果我喂这只传奇的，哎，开错了，它太多了，哪一个才是啊？这提升成长，哎，也是0.15啊，所以有差吗？还是这里？我感觉没有差欸，所以它是什么意思？算了算了，就把它当成普通的武器这样子升就好了。升起来吧，虽然伤害没有加多少，不过它加起来因为有法术嘛，毕竟它的法术这个加成加起来还是有提升蛮多的。哇，欸，这几十变得亮亮的这个台。它不是暗暗的吗？好美哦，它这样子我都没有注意到诶。那我们去过后的吧。过后它还有比较有趣的是什么来着？我都忘记了。这个门派这边吧，好像是。对，它开始有这个法宝的图鉴啦。大家又要开始挂机了哈，因为我知道每个人不会把这些普通的生存中品，不会把这个。史诗跟传奇生成重品跟上品啦，还有极品。极品虽然只有这个
神秘的。你看我只有世界一的，要不是做任务，才不会有它呢。你看这些全部都是黑色的，哎，哦，还有你们看这个，这个金色的，这金色的是限定武器，是这一期新更新过后的那一个活动年庆的啦。他在这边这个限定奖励，你就是挂机，你挂的时间越长，你只要挂半个小时，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武器，这个限定武器。然后总共挂68个小时吧，他应该是从这是什么中评极评，通常不是三个嘛，他六个可能可以升比较多了。现在我也不确定，因为毕竟我现在也很少玩，所以我可能也挂不到68个小时。然后你打那个精英怪，你还可以拿到那个蛋糕，然后可以抽奖。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抽到这个永恒的，超棒的。虽然97.5%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抽到。我一下来都是只抽到三奖了。这我们去看下一个东西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对，这世界三这边哦，是吗？哦，这个更新没有什么特别啦，它只是多了一个这个叫什么？称号而已了，冠军称号，毕竟已经哦有打40场这么久了，这么多个赛呵呵，不好意思，这么多个赛季了吗？我都不知道哎。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哦，这个雷姐，这个雷姐她以前是神秘的时候是不能精炼的，而且她精炼就是你。老玩家应该都知道吧，他精炼就是你每通过一个世界，他就可以给你精炼你的武器。现在连生命都能精炼了，太好了。我的雷劫的伤害永远上不去，因为毕竟我也没有钱去升那个生成，但要到下一个图才能精炼。一手我要跑过去嘛。还是他已经是精炼的上限了，因为我好像精炼4才5次呢。我直接来到图18，能精炼吗？不行了，已经是上限了。因为毕竟你要升品成永恒太贵了，3999，我完全没有这个钱。还是从图12开始了，可以免费精炼到感应地图的8包伤害，所以是咯，12我好像4次了是吗？所以。哦，超过了吧，12开始，所以1、2、3、4、5、6次只可以精炼6次了现在。还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他这里啦，这好友加成他有时候会加额外的。上一次更新吧，我记得他是有一个加幸运的跟加那个抽蛋的，加多一颗蛋吧，就是看你的好友有3个以上就会加1。那这边下面吧，现在还开始有5倍的，超爽！各位，我觉得这个5倍太好了，实在是。所以现在这就是图18了，我们就走一下吧。然后这个领主要多少？10匹。我现在都懒得开，你知道吗？毕竟我没有什么玩，完全没有要挂机的意思。那我也还没打 boss， 我们就一起来打 boss， 就结束今天的影片啦。哦，是犀牛，打跑起来！我忘记带那一个水技能，那个加速的那一个，应该没有关系吧？我应该不会死。哈哈，好嘞，一个扇子给他拍死了。看我可以拿到什么？哇，免费启用，我每次都没有打，所以有点浪费了。我是什么都没有拿到吗？只拿到那一堆气吗？哇，好衰哟，飞到死！我还以为可以拿到一个技能还是什么呢？好啦，今天就先到这啦，大家拜拜拜！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，你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说的技能要去哪获得呢？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你可以得到更多关于 Roblox 影片，拜。